Yo, Tabushi. Let's go.现在跟一个陌生人突袭，对，还记得上一部影片吗？一直崩溃，把一个传奇给他换掉，Let's go。竟然有玩佛偶诶，哇哦！经过苦练多年，就变成这样了。Let's go。A rank，上次看的是 B 还是 C？忘记了。我还拿到这把小刀，可以，蛮强的。bro，这人，玩狗用的有点夸张哦。这不是那个吗？很烂的，这很烂。空招！哇，要直接打我队友，很敢呢。Let's go，有点那个，真的刀好强哦！看一下他的那个是哪来的。对，他那个是哪来的啊？他脸上那个东西，哎呦，我怎么卡在那边？这战力差距也太大了吧！Oh my god！有空招，Let's go！这是什么？没事，是两个叠在一起。超累个，哎，Mr. Cool，之前把我虐得很惨的一个超烂 boss，Oh my god，回血，不用回血。Oh my gosh，对，同学。说真的，其实冰很好用啊，只是我觉得玩佛比较好。
景象。空招，我们一直空招。有打到，打到。跌倒，饭田。半天吃万佛物没事，太强了。紧急的饭田，没烧到。好，这下总该挂了吧。真烂，有 bug， 装一下，知道他哪里有 bug。都阿德西斯，那伤害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在偷袭我。天啊，欧尔麦特超难打的。那是难打的要命。跟外挂一样。先打哪一个？还有，Let's go。欸，绿谷又来一个万佛物的，绿谷你不是不能用100%？嘿嘿，用什么100%？这拳头看起来就像180的拳头。嘿嘿嘿，没看到。
Let's go。嗯，可以耶。OK 吧？有吗？死了吗？哎，绿姑娘死在那边，太可怜了，可怜了。一只剩一只，哦，最后一波了，是超难的，那个，那个 Oh my God 跟外挂一样 ，Oh my gosh。直接去跟他单挑，一定死。在哪里？欸，注定这次不会是我买的。对啊，我也没想到啊。没关系，一个一个打总会出来的。注定是其他的吗？不，这一只，这就让，这一只。也不是这只，不是这只，那是那一只吧？还是不会有？不会有的话最好。那是脑雾啊，不一样。脑雾的招式不是跟欧巴的差不多？只是他不是喊 smash 啊，因为他不会喊。他只是，哇，那脑雾应该比较大。哦，他的个性超烂的。呀，他是回血。他回血 ，Oh my God！ 不要再回血了啦。烧大，从我现在血量还没了。My God， 他还在回，这又在回了。这样总不会再回了吧？Let's go， 打完了，有没有物品？没有物品 ，bruh， 哎呦，有物品，是有，我。是的哦，看不到，太挡。哦，有看到，蛮好看的。看起来好像没有比较强。
他只是攻击范围超远而已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事，小问题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哎呦！帮我回去啊！帮我回去啊！哼！好，你们继续，你们打你们的，不要过来、欸。刚刚不小心按到回血。怎么越来越多人？不要追我啊！帮忙！人要打去旁边打，不要打我这边。给加点速。24,800，哦，钱好少，我穷，完了！要是在拍第一集的，我看他这影片一定崩溃，因为第一集的时候真的是比现在穷很多，一块钱都没有。不错，我就这样去打他们吧。Let's go。我就在旁边观战。我觉得要帮他一下。Oh my god！ 那种是隐形，哇妈，是超烂的个性，那个性真的烂，没有无话可说。哟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差不多结束了，拜拜。